它是一条大鱼。这是大鱼。我操！漂亮。煎完汤，把真蘑放那里，小心排骨炖蘑菇。三个大锅都给他用了。一锅炖鸡，一锅炖鱼，一锅炖大骨头，三天。今天来的人比较多呀。他这条大鱼。锅小的放不下。这个没劲儿，比那瓶的好喝。那以后我再给你拿两个。嗯，喝这一个行了，比瓶的好。你咋的？老大包了。秋收了，很多小伙伴都问我们这边为什么不用收割机而用人工手吧？其实啊，我们这边是邻居家家基本上都有牛，所以说这玉米秸秆吧得粉碎了喂牛，就都用手吧。收割机一上的话，秸秆都粉碎了，就没有东西喂牛了。拔完了，由这个小货车还是很方便，虽然拉不多少，但不用求人。这地种多好。
今天的工作结束，三亩地儿整了这些苞米。天也不早了，回去收拾收拾了。哎呀，这雪啊，刚下车这身上就白了一小层啊，我媳妇打个伞也不跟说给我打一下子。哎，该办的都办完了。这雪球打人都把人打迷糊了，太急了。那一转都成冰了。行，走吧，回家。你快到了。俺们这边秋收马上开始了，但是地里呀、啊、不知道让啥把苞米给霍霍不少。我们这边地背靠大山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啥霍霍的。我买了两个摄像头给它装着，看看到底是啥霍霍的。那块都扒着平了，还有脚印呢，我感觉应该是荒的。还有这边上挠这么大一堆苞米都挠倒，这放个摄像头。地精之路这再给放个摄像头，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东北平头哥。这个摄像头就给它放到这个树上，它的必经之路。完了之后下来看看能不能录着他，看看他今晚能不能来吧。这两天包苞米没有时间，等过两天苞米包完了之后给他放山上录黑瞎子。那个摄像头就放到那个位置，这是他常来的地方啊。这还挖了一个洞，就在这嘎达守株待兔，不应该叫守株待兔，守着苞米待欢了。设置完了，回家明天看看他今晚能不能来。到点了，天马上黑天了，看看相机去。不知道这一天呢，录没录着野生动物。这就是我前两天放的摄像头，我还在那铲了一个苞米，准备诱惑它一下，但是瞅这样好像是没来呀。一直是啥也没录着呗。回去看看录没录着，没录着的话就不录了，到时上山录黑瞎子去。我估计再晚一段时间呢，黑瞎都已经冬眠了。看那个位置，我这里都给它放苞米，它都没吃。那位置就是獾的头刨的、嗯。走吧，拿家去，回去看看去。关机。录的东西有点太多了，得一张张查看。我估计獾子好像是没来呀。查看了一个多小时的监控啊，野生动物没录着，却录着俺们东北虎的师傅了。东北猫跑我摄像头底下练捕食来了呢，在这也不知道抓个啥，一直在那按着，反正也没看着它吃啊。不行啊，放到这儿不中啊，过两天苞米就都嘎了。我还得给他放山上录黑瞎子去吧。